今日天气比较靓喎，蓝天添啊，冇白云。啊，而家揸呢部车先。啊！而家呢个时间咧，已经系8:30。啊，今日天气真系靓啊！讲天气，啊，真系好靓，好靓个天气。嗯。但我通常咧拍录像，我系挂喺呢度拍嘅，呢个地方拍嘅。哎，大家好，早晨，早晨。大陆嗰边咧就系 good night， 晚上好啊。大陸那邊已經是差不多到那個幾號啊，我們這裡就是21日，即是2018年的4月21日咯。那大陸那邊呢，因為現在是晚上深夜，很快凌晨的了，這樣就到22日的星期日，那我們這個星期六的早上，大陸那邊就差不多凌晨的了。啊！睇我凌晨，我睇校正嗰個位先，好似而家個位唔好正，正少少先啊！咁樣啊，好，繼續咧就係而家出車咧就係已經係8:30。禮拜六咧，咁我諗住都係唔塞車，咁啊都唔怕噶，呢個時間出車都唔怕。都仲可以，就算遲幾分鐘都無妨啊！反正呢兩日我去到嗰度咧，好似我仲早過老細嘅咁啊。好啦，咁啊，反正今日唔塞車啫，就算我晏咗5分鐘過去嘅咁樣，一間就算係翻工作地方嚟講咧，始終即係成條路邊度都唔塞車噶嘛，所以冇乜問題。啊！加上你今日咧，加州嘅阳光咁靓啊，又咁灿烂啊！啊，蓝天就冇云啦。前日不过琴日咧又乌云嘅，有乌云嘅。好，睇先。啊，又经过啲路口，喂，咁过咗先算。好，出嚟先。咁啊，早上咧我。即系啱先啦，咁啊收到阿小杨嘅电话咧，就佢喺温哥华，即系加拿大嗰边咧，佢话啊温哥华好多人去旅游啊，嗰度啊啲酒店满街都系人，啲旅游啊啲游客好多啊，所以咧佢就喺上网啊发图片发唔到，大塞车，即系话佢个导游讲啊啊冇办法啦，因为人太多，去温哥华度玩。咁你只能系文字可能发出嚟，但系图片又发唔出嚟，即系人太多太多，哇！咁真系咁震撼，唔通温哥华真系系咩搞边科啊？唔通嗰度真系嗰啲景色靓到好似真系，哇！天公咁靓，佢个睇个唔知咩嘢，好似类似红叶之类嗰啲景色。家中每日咧就温哥華咧就嗰邊咧就好似每日都要落場雨嘅，好似西雅圖咁樣。咁啊雨水充足，咁唔出奇啊！佢有個雨林咁樣啦，每日落場雨嘅，咁肯定佢嗰啲山啊山我唔清楚啦，我未去過啦。但係水自然充足，咁啊自然咧就係、是、啊樹木就肯定係靚噶啦。加之前咧，我睇過温哥華啲圖片，即係喺網上搜索嘅圖片咧，佢啲樹木咧有紅、有綠、有藍，咩顏色都有。咁的確咧就係嚇啲景色好，食個飯啊，咁啊晚上就喺嗰度咧就逗留咗一晚，第二日跟住就翻嚟美國呢邊，所以去多倫多咧，我哋就只係去一個點一個皮毛，叫到此一遊。旅遊就係咁樣嘅旅遊啊！佢即係話名為去旅遊，實先就誒，你已經係啲人啊，去過加拿大啦，啊叫美加遊啊咁啊，實先又冇咩地方去過咩地方，先係一日時間。
咁啊喺嗰度住咗一晚，咁就叫做去咗加拿大，實質就只係吸收一下加拿大嘅新鮮空氣而已，真正未玩過乜滯。咁至於今次阿小楊咧，就喺佢喺個温哥華度啊玩六日啦，咁樣就應該係有啲嘢睇下嘅。不管點都好啦，咁啊旅遊都係咁樣噶啦。咁你想話真正了解温哥華咧，你首先要喺嗰度咧要住一段時間，起碼住兩三個月啦，咁你先能夠真正了解呢個城市。所謂了解都係啲皮毛啫。好似我咁喺洛杉磯度咁生活咗有五年啦。咁我能夠了解喺洛杉磯有幾多咧？其實都係冰山一角啫，都唔係全部，都係啲華人橫街度出入啫，有好多地方未去噶嘛。但係如果你睇啲樓房啊、啲建築物啊，都係有類似係大同小異，亦冇咩話好特別嘅地方，即係大同小異啦。咁都可以想像到，其實都係。無非都是一樣的，應該就因為它始終是它美國它那個歷史文化不是很久嘛，都是300年歷史，而是沒什麼古蹟的，就是現在所謂古蹟就是那些印第安人以前的那些住所啫，印第安人本身那些都是遊牧民族來的，咁佢有咩嘢話建築啫？佢只係嗰啲喺個生活過，都係好似原始森林咁樣，即係好似原始石器時代咁樣生活啫嘛。所以佢冇咩話建築唔同嘅大陸、中國啊，華夏民族有5000年歷史，而且漢族嚟講咧，佢好多宮殿啊、建築啊都非常之輝煌嘅，啊萬里長城之類呢啲咁嘅景色啊，非常之靚咯。所以美國你話洛杉磯有咩地方好唔好玩咧？最多咪好萊坞啊，仲有影城啊，呢兩個地方。咁通常上一次我嚟到即係旅遊啊，第一次嚟美國去旅遊就係嚟洛杉磯，都係好似逗留咗，即係去兩個景點，就係好萊坞幫埋嗰個影視，又跟住一去就離開咗洛杉磯，就直奔嗰個拉斯維加斯嗰邊去咗啦，咁去嗰邊之後咧，又跟住就話去大峽谷，去大峽谷咁樣又係走馬觀光咁兜咗一圈。咁有人玩飛機啊，即係你如果坐直升機啊，$300多咯。咁我又唔玩呢樣嘢嘅，咁喺嗰度就當散下步，咁又係睇下，咁啊幫我父母啊，咁啊三個人啊，咁樣喺度行咗一圈，咁就叫做拉斯維加斯就到此一遊完成啦。然後你咁一飛，又飛去紐約嗰邊水牛城嗰邊啦，然後咧就去嗰個美加嗰個邊境嗰個瀑布啊嗰度啦，咁樣啊，咁嗰度咧就係好宏偉啊，世界第一瀑布啦，好壯觀咁，的確係。咁啊，嗰度值得去嘅，咁啊，嗰個邊境嗰度，又跟住又過加拿大嗰邊啦，就是、多倫多啦。咁即係小楊去温哥華呢邊咧，就温哥華呢邊咧就係離多倫多又距離又係比較遠嘅，唔係近埋一齊嘅，所以都係搭飛機嚟講咧，起碼都要幾個鐘頭嘅。所以嗰時候我哋去多倫多咧，就肯定就去唔到嗰個温哥華。咁諗住唉，去一個點可以睇到佢啊，反正就叫做去過加拿大啦，下車咁樣。嗰日時間行咗少少地方，就話已經係去玩過加拿大啦。咁即係後嚟翻到大陸咁講啊，人哋問下咧，咁你旅遊去邊度咁啊？美加旅遊咯，我咪去過加拿大咯，加拿大點喺對面睇咯，咁啊，墨西哥我去過喎，又係嗰啲邊境小除，即係邊境嗰啲小鎮嗰度行過。咁我哋當時咧，我哋喺聖地牙哥度即係出境，
然後又有部車搭我哋去，大概半個鐘頭到就去一個小鎮度咁啊，行嗰個叫做咩菜市場啊，啲類似嘅嗰啲誒嗰啲虛嗰啲啊嗰度一個又唔係景點嚟嘅，都唔屬於景點啊，嗰度之前就係一個賣衣服嘅一個好似大大嘅天光墟咁樣啊。天光墟就知道，即係話露天嘅購物點，嗰度啊各式各樣嘅佢哋嘅嗰個墨西哥嗰啲紀念品啦。大半日時間啦，跟住喺度啊，喺個餐館就食埋飯，咁啊飲咗幾支嗰啲墨西哥啤酒。聽佢哋嗰啲墨西哥人唱下歌、跳下舞咁啊 ，OK 噶啦，半日時間咁啊，離開墨西哥，跟住排隊排咗兩個鐘頭，就翻過美國呢邊啊，咁又去過墨西哥噶啦，即係好搞笑噶嚇。加拿大不過墨西哥都去過嚇，同樣喺美國嗰啲城市又係走馬觀光，即係特別去嗰個唔知咩費城啊咁啊。係啊，費城好多高樓大廈，咁我哋去嗰度咧就係睇嗰個唔知咩叫鐘，就係、是、一間學校嚟嘅。佢話呢個鐘咧就係、是、我唔記得個鐘係咩嘢嘢，咁反正喺嗰度好似打個仗咁樣，個鐘啊砰一聲啊，好似係傳承啊點樣嘅，即係佢有咁咩。而家我可能唔記得咗，所以我啊呢度冇辦法講得到嗰個嘢，因為事實上嘢係好簡單嘅。就費事，睇佢咁遠路程就去睇佢個鐘，個大鐘啊，即係我哋嗰啲即係寺廟嗰啲咩鐘啊，噔噔嗰啲響嗰啲咯。嗯，啊，試下再講翻正題先，咁啊就係温哥華嗰邊咧，就係咁。我今日咧啱啱翻到去啊工作嘅地方之後咧，我睇下查一查個温哥華究竟係啲咩景點先，查到有啲圖片啊嘛。啊！嗰啲睇下嗰度啊，咩旅遊特色咁，我就知道點解話會呢個時間咁多人去温哥華嗰邊旅遊嘅。當然啦，佢而家呢啲係特價團嚟噶嘛，咁你知啊，美國咁大嘅地方，咁佢千零蚊美金唔係好貴嘅一個人嘅玩六日，咁好多人咧就係選擇用一千蚊咯咁樣去啊，係好多人個認為一千蚊好平啊，啲特價噶啦咁樣啊，話去玩加拿大。一家大細幾個人去都係用咗三四千蚊美金啫，唔係多，所以咁樣，所以我又要睇下。當然我而家咧就係唔能夠去得到啦。咁啊有機會啊，真係值得去咪去睇下咯嚇。唔去也無妨，就係咁啊。反正世界上話仲有好多景點未去過添。咁我以前咧去歐洲啊、日本啊、韓國、泰國，咁經濟啊咁平嘅，咁去嗰度你啊，即係為咗停車位，你都揾唔到嘅，你出去咁你就大打折扣啦。咁咧就係喺嗰個洛杉磯個唐人街嗰邊咧，真係你又飲啖茶，你又冇地方停啊，你要俾五蚊雞停車費，咁你冇計㗎，你佢唔收嘅，佢唔收啲錢嘅。你又不可以亂停馬路嘅，路邊，因為嗰度畢竟都係一個城市嚟噶嘛。咁啊唔同我哋而家住喺呢度，即係距離嗰個洛杉磯市區咧，大概係十零英里度啦。十零英里度咧就係嚟到我哋呢個蒙市啊嘛。咁呢邊啊又唔同啊嘛，係咪？你想去邊度啊？買咩菜？周街停車得。唔使停車費，出入都揸車懶得閒啦，幾近都係揸車，啊唔想行路嘅，啊就係咁樣嘅咩？啊一講下講下講到啊咁，所以阿小楊今朝早俾電話我哋就係、是、啊即係、就是、今晚。十點零鐘翻到啦，咁我落班咧就要揸呢部車直接去接佢啦，機場去嗰個洛杉磯國際機場嗰度去接佢翻嚟。咁啊，正式係玩一個禮拜啊，玩咗
玩一路日啦。今日因為今日係禮拜六啊嘛，星期嗰日佢星期日去嘅，好似星期日係星期日晚上。咁去到嗰度咧就星期一就等於冇玩到啦，抌低佢喺酒店就 OK 啦。咁其實真真正係玩五日咯。但係至於五日嘅行程點樣咧，我睇咧我都可以想像到，因為我以前我自己都係玩過嘅。啲無他嘅，呢度去下，嗰度去下咯，即係周邊。但如果係真係玩六日嘅、玩五日嘅嗰個温哥華，淨係嗰個地區嚟講咧，就係、是、相對於好似洛杉磯咁樣啦。今日亦多啲時間去行咯，就唔會可能唔會話走馬觀光咁啩。你行下呢度嗰度啊，咁啊，即係好似好萊坞咁樣。我哋首次嚟提到洛杉磯嚟講咧，就係、是、行好萊坞，就最多係行。行咗兩個鐘頭，兩個鐘頭到咯。咁如果你係真正係玩六日嘅洛杉磯咧，咁佢肯定唔會玩兩個鐘頭。可能佢有一日時間俾你行，或者一個半日時間俾你去嗰度慢慢咁行，甚至食埋特色小食、美食啦嚇，係充裕嘅時間，就唔係好似嗰次咁樣就係、是。看看好萊坞嗰個頒獎典禮嗰、那個那個地方。好啦，而家講一講，唔知唔覺咧已經係離開咗高速公路，又嚟咗橫區呢邊。好曬，直咪揀嘅，又曬，已經係8:49啦。咁話係唔塞車嘅，我都知道啊。星期六、星期日最好噶啦。反而咧落到嚟呢啲咁嘅街道咧，就有紅綠燈咁啲啊。最緊要啊，先頭傾下咧，最緊要唔好衝紅燈，衝紅燈就大鑊啦。罰到你咩咁啊？好，綠燈啦。咁好快咧，呢個談天說地呢個節目咧，就係要又要過一段落啦。咁啊，行緊呢度就啊，咁大概就幾分鐘啦，咁樣嚇。發暗鬥啲突然間，因為我睇嗰個咩，我睇嗰個紅綠燈，加上有啲開小差，先唔知諗咗邊度嘢去咗。有時會咁樣嘅，如果係我唔主持呢個節目，有時我揸車咁，有時會諗下呢樣嗰樣嘅。有時8:51啦，即係我咁要再做8:25出門口咯，就好順利。琴晚咧2:30就主播嗰個午夜彈琴，差唔多接近3先瞓覺。但我今日都幾精神啊，因為我一瞓就瞓著咗啊嘛。哎呀，因為我發覺咧拍啲節目真係好舒服，唔係講舒服，只係覺得咧就係好有，即係又係一種娛樂，真係呢個娛樂方式嚟嘅喺洛杉磯，真係呢種玩法好娛樂啦。你話嚟到呢個地方啊，你話生活簡單啊，單調又好，但係而家有呢樣嘢咧，你又覺得好充實啊。但係有啲人咁啊，嚟到地方總係自己有自己一個娛樂嘅方面嘅嘢。有些人是學習啦，學英文啦，佢好投入得，佢好充實啊！有些人啊嚟到呢度啊，咁樣又係工作啦，賺美金啦，每日啊賺到美金，佢又好快樂啦，又好充實啦！有些人係嚟呢度啊，一變換環境啦，享受新鮮空氣啦，佢又覺得有種充實感。反正每一個人咧，就係嗰啲娛樂咧，都係要靠自己去
去摸索，不是千篇一律的。而当然有人说，我想在这里做老闆，我最终实现了个老闆梦，我能够很非常之美丽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现在我看到我同事在那里等了。OK， 到了，那我要关机了，这里先。